不错，干饭，干饭，干饭人，干饭人，。玩谐音梗是要扣钱的 ，OK？ 谢谢 ，OK，OK。老板先点餐吧，谢谢。哦，你好啊！哇，我真的好想吃帝王蟹啊！来一个帝王蟹。平常吃不起。帝王蟹一只多少钱？它一只大概是四斤，然后价格在4000块钱这样。4000块钱，那你这帝王蟹就没了。帝王蟹没了，不要了。咱们还是以预算之内，然后尽量就是好。斯里兰卡蟹是吧？能吃饱，那就吃个斯里兰卡青蟹吧。行，我要帝王蟹肉拌面。可以，我也要一份。哎，海南鸡饭要整份鸡。哦，海南鸡饭这一定要吃，应该很正宗啊。要一个那个辣椒炒蟹，马来风味干锅虾。椰香咖喱蟹好吃，一人先来一听可乐。我要杯西瓜汁，那就新加坡肉骨茶。肉骨茶，肉骨茶。那我先上吧。先上吧。哎，不是，大家想吃鲍鱼吗？想吃，想吃，要不然一人一个，可以，一人一个吧。可以，鲍鱼一人一个。好了，浩杰，快，上吧，好，先去吧，先去吧。我们再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他没有这样叠了吗？对，就是在这儿。先吃着。哦，这是打叠的。打碟，来呀、啊！噗呲，哥儿，噗呲，大娃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有两杯呢？一杯是林姐，一杯我的。你这有点，哎，为啥你又，你是两杯是吧？因为他特殊啊。啊，漂亮，那说得通了。没有，我就点下雪碧。哎，双倍的碳酸，双倍的快乐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只有我这么健康，喝西瓜汁、果汁，富含维生素。也没看你个儿长个儿啊！我自我维生素长更大了，生物学啥、啊？大家上午在亚特兰蒂斯玩的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最好玩？我很开心，我只想说，特别好玩，特别好玩。我觉得还是那个喇叭吧好玩。我刚才说的这场，好喜欢跟李希婉。李希婉，你已经想要让我看洗碗了是吗？你这个人，李希婉玩游戏真的哇！这个是肉骨茶吗？从来没见过这么胆小的人。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，你的筷子哪来？你的筷子哪来？这儿，棉面上。哎，大家想象一下，宿舍是在大海里，还是在陆地上，还是在哪？住深山里面。哇，在山里面的话，那我晚上就讲鬼故事。在山里面，然后走两步是海边，这感觉最好。然后去海边烧烤 BBQ， 哇！我希望有投影。哇，我想看鬼恐怖片。对，我们一起，要不一起？我们一起吃着烧烤看恐怖片。哇，我们七个就你知道躺在沙发上吹着海风，然后那边放个电影，然后怎么海边被我们承包了是吗？没人能承包得了大海，但是大海也是我们。哎，咱点的，我说实话够，绝对够。嗯，够难吃了。我这量感觉还挺大的。我手抽筋了。恭喜林杰吃饭吃到手抽筋。真的、啊？你咋了？手抽筋了。你是掰蟹掰了手抽筋了？他就是因为筷子夹他太用力了，因为他敲了两天，我把敲碎了，直接吃。以后这么危险的工作你别做，我帮你。我希望这船工的十多天基本上每天都能看到海。你说每天都能吃到这样的五碗，这变成一个吃的东西，这个回去胖10斤了呢。菜品这边已经上齐了，我们慢点。啊，谢谢。我们要优雅。前面半小时干嘛？我们最后一分钟优雅一点，就是优雅，优雅，我先这样。不得吃一半。嗯。你这就啊过了、嗯。这个就太优雅了。优雅，优雅吧。